好的，我们这边看 VTM 对阵 KK 的第三局上半场啊。他这里是福尔摩虎蜘蛛被搬掉了，选了一手他的绝活约瑟夫，应该算是绝活了。之前也是看到他会打约瑟夫的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怎么了？有画面了，没事没事。刚才直播间没画面，我以为搞不出来画面了。看一下他第一个镜像，那你跳下去吧。行，好好看。你加油，我时间不够了，时间不够了。好，我跳。哎，我这边跳不掉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把自己麦给闭了就行。哎，这边刚刚说话的瞬间啊，还没找到人，现在已经找到两个人了，牵起了一个佣兵。哎呦，这个佣兵最好就是划一刀，这佣兵是非常难受的，就永远救不了人了。现在的话，这佣兵看一下，怎么说，划了一刀勘探员，但是脸上这个不是勘探员啊，脸上这个是一个绝活杂技演员，人没找到。佣兵那边如果说他自摸摸的差不多，队友摸一下把他摸满，我觉得约瑟夫这把的节奏还不算是很好，而且这样是张大地图啊，他找人的一个时间会比较多一点。这里好像在摸了，能不能找到？有耳鸣了吗？耳鸣出现，摸起来了佣兵，但是闪现有五个护臂，没摸满，看见佣兵了，那要追佣兵，追佣兵。哎，把佣兵击倒了也不是很舒服啊，这个佣兵对吧，待会儿调香师来救一下或者杂技员来救一下也不太舒服，但这边追这个调香师，调香师没放出香水，这一刀抽刀很关键，调香师这边算是一个很亏的节奏点了，他的香水没给出来，这里放了一瓶香水。哎，这个走位要死，没了，他刚才把那块板子下了可能会更好一点吧，至少你把约瑟夫的闪现给逼出来啊。这两刀我觉得调香师这里的处理不是特别的好啊，很亏的，算是白给了。挂上以后约瑟夫这边可能会拍张照，佣兵半血不太好来救人，要找队友摸好，旁边的那个勘探员也是一刀没，那只能是让杂技员来救。杂技员这套阵容当中杂技员带搏命的可能性不高，因为调香师有可能带一个搏命，杂技员带搏命吗不清楚。这里而且提前被看见的话，吃一刀闪现一刀，这里要崩，有闪现的一颗减速球。哎，这边没打，杂技员还带了搏命，那还行，这里闪现没有把这杂技员拦下来，但是场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线很伤，这个血线非常的伤，所有的人现在除非把这佣兵摸好，要不然没有人可以救人了，因为杂技员摸好也是一刀倒，勘探员也是一刀倒，这一局对于穷者来说压力还是蛮大的，转一下牵起来，好在就是现在有搏命，所以说让这个调香师拖进了这镜像，还能再拖个大概五秒钟，整体上面来说这个镜像是让调香师多拖了大概20秒的样子吧。二挂佣兵摸好，外面三台机电机是绝对不够的，这里佣兵救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到杂技员那台机基本上算是一台新机，佣兵如果能够把人救下来，需要保着这个调香师，难度系数有点高，求人想要保平都不是很好保。屠夫这里的闪现是一直没有交的，那边不要了，哎，这个倒是可以的，选择不救。如果说不救的话，求人者就是硬保平，而且这里这个约瑟夫他还不太敢拍照，因为他一拍照呢，怕搏命救下来以后再进镜像，他又被拖时间。好，这边是调香师上天，佣兵满血，把板子踩一踩，看一下人吧。前面有一个勘探员，现在勘探员和杂技员都是一刀死，所以说这个闪现很关键。他这边想甩牌回去找杂技，还是说取消甩牌来找这个勘探？先拍照。拍完照打镜像吗？我觉得这个时候先把这闪现交了会更好一点吧，因为这样的话你在开门战的时候还能有再有一个技能的机会啊。如果这闪现捏得很死嘛，最后可能就是从头到尾就用这样一次技能。杂技员这里其实最好是找队友把他摸一下，然后这样血线可以修到半血，待会儿再摸的时候呢就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满血状态了。哎，这边吸一下进
屠夫这把的节奏越来越不好了，我真的觉得他这个闪现捏得太死了，老早可以交了，这对吧？这打那个勘探员，看见刚才不用拍照，直接交镜像，交闪现，把这勘探员给秒了，会更好一点。这样杂技员把自己的遗产可以点掉，那点完以后还剩最后一台，最后一台应该是让佣兵去修吧。佣兵现在应该已经在修了，我们看一下佣兵的电机，哎，这边一刀倒地，看。能不能挂到佣兵那边去，挂到佣兵那边守住遗产的话，佣兵要提前先救一波，然后让这个勘探员带走。主要看这台电机。回退还差了蛮多的，一时半会儿修不好。外面也不可能重修了。这边摸杂技员没有太大的意义，那只能是选择来把这个勘探员先救下来，然后人带走。这波是不能吃双倒的，吃双倒意义问题就很大了。来看这边打一刀，好，救下来，看插刀很快，再打没打中，勘探员赶紧带走，趁着搏命的时间赶紧带走。杂技员这边在修，一刀弹开，这个闪现真的是，现在这闪现不用交了，这闪现交意义就不大了。没有磁铁吗？还有一个，刚好有一个磁铁，能拖到那个结束，能拖到这个电机修好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一把电机可以直接亮了，这个时候对直接亮很舒服啊。这把约瑟夫这里打的有点太过于谨慎了，他当时就是从河对面过来的时候看见这个勘探员手上有闪现，把这个勘探员秒了，求生者是很难很难打的，因为当时还有三台电机嘛，硬生生让这个勘探员拖了这么久。这边走了，哎，勘探员前面还有地窖，没有磁铁，这里有闪现。我觉得勘探员可以往里面慢慢来，不急。哎，这边磁铁，调成一个弹的吧。哎，吸晕了，哇，这把勘探员神秀，三跑，神秀这个勘探员，靠一己之力啊！本来感觉这把有可能屠夫三杀的局，被打成了一个三跑。